我的体力是负90哎。为什么有人都射我，我也在飞，你也在飞，不射你？射呢？你们只能打到我，就不会痛哎、欸。对啊，你他妈的作弊开外挂、喔！我的体力负5111了。哎、欸，我也飞上天了、欸，我们一起飞上天的啦。哎，射三小，干你他妈的 bug！ 啊，三根人呢？进来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房间是满了、欸，这个还有满哦，1234567 8，对啊，我刚刚就一直按啪啪加入，他都一直说没法连线，射三小。那我们一起退出啦，我们去别的房间啦，怎么样？我们不要跟啪啪玩的啦，废物嘛！我跟你说，我狗屁事啊！靠你妈作弊，作弊狗！我哪知道，我就知道飞起来了。哦，三米内啊！这家公司是做那个我上次玩的那个太空人的那一家呢？干！你旁你氛围十足。你看旁边那个游戏按下去，有没有太空人、X 鸟，还有那个海洋的？哇哇！粪更大集合的游戏。妈的，干！怎么这家公司都卖18块的东西？专做粪更，点进去吓死。进来啊！我这个好像有点顺，我这个比较顺。我跟你讲，我才是枪王！杀、啊！哇，好刺激哦！这游戏还跑，再跑！这游戏超刺激的，躲什么躲啊？这谁啊？跳什么跳？干！干什么啦？你这脚太高了，好困难瞄。是在后面偷打我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一定是你！赶紧跑啊！再跑！不是，我根本就不是那只，好不好？你白痴哦、喔！你不要装死啊！啊！我干！哇，就在空中！我、oh, 干！你们都是怎样预测哦？对啊，23啊，前往啊！我也是23，好不好？你在吵三小啊！我他妈21了啦，我要赢你了，你不要跑！干，这每个人都是性感子弹哦、喔！这谁啊？那个怎么打不到啊？干！干，老师的。看我要生气哦，开外挂了。来啊！原来顾着跑都不打。他们在逃命，好不好？他们逃命啊！他妈我25杀哎，对不对啊？我跟你讲，我24杀啊！准啊！那我们这场打到赢了，输的要跪下，磕头。那一定是你。有人输了啦。这谁啊？超那个，我打到他怎么都打不到。好任配局，嗯，啊，28杀啦，看到没有？小小的游戏也有成就感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18元，值回票价，18元我就可以玩到天边去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、啊，你好容易满足、喔，你好容易满足、喔，佛心了、喔，佛心，我只要能玩就满足了。我觉得玩这个游戏的人，大家都是很轻松乱开枪，只有我们在那边一直杀人，大家都乱跑，只有我们在那边真的在那边一直瞄准，一直干。可能想说买个游戏，捏一下气球而已，想要轻松一下有没有？结果他妈怎么去遇到这几个三个疯子啊？干，这是一个很刺激的游戏，你不了解。看到没？他妈我33杀了，我现在已经第一名了，我第一名了，废物！我快赢了，你这个霸咖30啊！这游戏没有时间限制哎、欸，我们打到50杀好不好？就结束了。好啊，谁先50谁就赢了。干，我赢定了。你要输了。我赢定了。我才赢定了。看 ，Kingsbury。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要自己创造语字好不好？哪有杀人啊？就这样。你自己创造了英文呢、啊？讲什么？没有，南部他自己喊的。南部英文，讲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自己听。他就突然 Kingsbury， 吃三小。在空中飞的是你是不是啊？没有啊，我在地上一直开枪哎、欸。真的吗？你不是在那边玩暗的？神经病啊！我他妈枪神谁跟你飘啊？我在地上就一枪一个了。一枪一个啊！干跳三小。正面单挑啊，单挑啊，对决赢了。哎，你这个围殴不是对决吧？没有，这是对决，还在跑，跑三小。
跑三小。哎、欸，这个游戏很吃技术哎、欸，还要算弹道呢。对啊，干不要小不要小看十八块，你也要来竞争一下了吗？加入一下、啊，加入气球弹道的行列，只要十八元就能满招。你进入气球思考的行列了没？啊，可以不用跟 Overwatch 一样。十八元大于1600元。对啊。again again， 我要赢你了。看起来是有37分了、哦。怎么有的人吃了4发不会死？嗯，他有吃补吧？对啊，也可以吃補。啊！我就知道那个是你。嗯嗯，你他妈的去哪里干？射人、啊！要干谁射我屁股？你这个人很贱哦！没有我，这个人他妈的，我明明在正面开枪，是你自己。你刚刚直接从我屁股开枪，你这个叫正面开枪？那个是你自己把酒。你知道决斗的时候是要面对面好吗？哪有？那西部牛仔是背对背的，瞬间转过来就一枪了。你不懂。我他妈射死你，不懂。来呀、啊，干！干三九了啦，我赢了啦，你就放弃吧，你输了。输三起啊！干怎么打不死你？他妈去死你！我五十了，干射三小，射再射，哇干！怎么有人穿墙打的感觉啊？开挂吧！我的，哇小，好刺激的画面啊！哇，各种闪躲子弹哎、欸！哇，这游戏好酷好酷，闪子弹的感觉哦！为什么我飞起来感觉像智障一样啊？你为什么飞得那么溜、啊？你障碍是一就下地了，我们哪有在飞？我们从来没有在飞，好不好？欸、有些人飘得很顺啊！你不要再会飞啊！想那些邪魔歪道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一定要站在地下对决才会赢。我觉得飞起来有够难打的，还不如在地上。你就是专业尾刀就好了。哦，专业尾刀，看人家被打第一下的时候再去补第二下就对了。你这个人真的是，对哦，受不 了, 了。我错，哎、欸，啪啪这种游戏真的很快就抓到精髓了。看你这台湾人啊，就想要投机取巧啊，从后面来一枪之类的啊。哥，等一下，闪住啦！哎呦，死了！不要给我跑，不要给我跑！叫你不要做太多坏事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你现在进来你也打不到了。我他妈44分，哇！超天谴啊！哇！你的53嘞？哇！你的53嘞？三哥，你没有在这间房间哦、喔。哇！你是已经放弃了、喔，三哥。啊？你没有在这间房哎、欸，你是不是放弃了？我刚刚连不进去。但我46了。对不起。三哥这些草包，刚好满人了。哦，爽。不，我都53。妈的，像我这种人都是脚踏车，脚踏车改大巴有没有？特拉克改 AK 啊，像我这种人，你看，你看我这么远有没有？就马上就有一个死了，死了，你看，哦，50分，就你个头，你已经死了，那尽快可以买粉红的嘞，710了哎、欸，啊还很多、欸，三多。哇，这18块而已，你在嫌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苦的。我的分数怎么不会上升啊？游戏坏掉了哦，有啦有啦，49分了。看我要做一个终结，中 double kill， 中哦50分，神干神。太强了，枪林享受枪林弹雨的感觉，就是这个游戏。按 tab 可以看自己的那个、欸、目前的排名、欸、我现在183。tab 要在游戏中 啊，在游戏中的时候按 tab 啊。啊，没有，下面还有一个我的排名啊，按排名好像可以。149哎、欸，哇六啊，啪啪嘞！我闪退，我开一下。你是怎样？你放弃啦？干！干他大 Unity 耶、欸！第一名5781是怎样？每天都在玩啊，这个分数12个小时就对了。这个分数是怎么算的？杀一个人1分哦、喔。好像杀人会算吧？
所以他杀了5000多人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太夸张了吧！我198名，哭，废物，干，还不是闪退害的？解释一大堆，就是个废物。妈的！结束了、欸，啊，好多成就、哦，18块就这样没了，他帮你娱乐了人生30分钟嘞。哎、欸，然后就这样没了。你还有1000块跟3000块的角色没有买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说结束？怎么这么这样就没了？妈的！干，这个人真的胡说八道，常常说错话，对不对？我哪有？人家你们情侣一起出去吃饭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女朋友怎么长那么丑啊？”干了你会不会讲这种话？你对别人讲这种话会不会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你女朋友脚好短哦！我没有，我没品。我们一起出去玩，然后我就对着你女朋友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男朋友脸好丑哦，干！”你敢这样讲吗？妈的！你一定是故意的，你不要像这种人，你这种人一定是这样。没有。哎、欸，这废物游戏有卡片哎、欸，而且有啊有啊，卡片居然要12张，夸张了吧？你要不要去玩他的另外的游戏啊？有 AK 是鸟啊，这之前有玩过，也是这种，对，差不多，同一家公司都一样，爽，是粪 game 粪味十足就对了，爽啦，什么粪 game 爽 game 呢、欸？18块，18块送他了，爽，